由杨幂、赵又廷等主演的电视剧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正在热播，而接受采访的杨幂也分享了这次拍《三生三世》和赵又廷拍到经历被掏空的一幕。当然，说到大幂幂，她的机场私服也是一道亮丽风景，一向是时尚的代表，定造了不少爆款服饰和巧妙搭配。而对于自己的时尚心得，大幂幂称只有一个字：买。杨幂也透露自己手机里有很多代购，经常看欧美街拍，自己一些鞋子、帽子只要几十块钱，但很喜欢把有趣的东西搭配在一起。看来大幂幂的 fashion 感十分敏锐。而日前刘恺威带小糯米玩耍的照片上了微博热搜，杨幂则表示自己和恺威有一个共识，大家有空的时候就都回家，因为大家都在拍戏，两个人空的时间不一定能够凑在一起。她还表示新的一年工作也会继续努力。优酷娱乐整理报道。这世界很酷。